但是脸上动刀坑点钱都是小事儿。郑州的杨女士郑女士在扬州的某医院做了美容手术，结果呢张嘴幅度大受影响，这嘴张不开了，没法吃较大的东西和硬的东西，被鉴定为九级伤残，原因就是骨头削多了。为此她陷入了抑郁，工作没了，还想自杀好多次，丈夫跟她离了婚，这日子也过不下去了。多次投诉无果之后，她把卫生局告上了法庭。所以说在这儿的话呢，我们也奉劝各位啊，整容之前一定要谨慎，一定要仔细想好了，别把结果都想得太美丽。好，再来说。